学校的行动会不会不方便？有，那你觉得搭电梯要绕路吗？没有。那你搭电梯的时候，你有迟到过吗？那就去。好，那下一题，你认为新建电梯对于你或是其他人有很大的帮助？有，那比如说什么帮助？你希望学校另外再新增什么样的设施来帮助你？Good boy， 好，下一题。你觉得我们这一组的访谈给你什么样的想法？感受，什么样的感受？那你觉得我们怎样？我们好坏？很好，超坏，好坏，很好，超坏，很差。哪一个？很好，好，下一题。你坐轮椅去过最远的地方在哪里？新加坡。不错哦。那你有自己一个人出去过吗？有。好，谢谢。去哪里？先补习班，后来学校。好，谢谢。好。